接下来这一段。今天我扮演我妈的角色。煮饭。催婚呐、啊。催婚。为什么？催我妹妹结婚。你无聊。扮演我妈的角色。你妈有催她吗？我妈没有哎、欸。就是哦。那你吹什么吹？但是我吹我妹快点结婚，读完书就好结婚。现在努力找一个男朋友。嗯，他有在找啊。有啊。没有啦，我说他会努力找的。